去年一档《爸爸去哪儿》的综艺节目火遍大江南北，也让五位爸爸和孩子人气爆棚。随着《爸爸去哪儿》第二季呼声临近，关于嘉宾的猜想也是一轮又一轮。年前赵文卓向媒体证实，《爸爸去哪儿》有跟他接洽，商谈着女儿或儿子参与第二季节目的录制。日前，赵文卓和张丹露夫妇难得一同现身，享受二人世界。赵文卓一副褐色复古墨镜、红条毛巾、羽绒夹克、紧腿裤配一双红花皮鞋，穿着利落，健步前行，一副练家子的模样。妻子张丹露紧紧跟随一旁，黑色大衣，脚蹬过膝长靴，一手挎着蓝色包包，一手紧紧搂着赵文卓的胳膊，尽显甜蜜。临近安检口，赵文卓抄起两只行李箱，轻松搬上安检。娱乐99找你报道。